请问李光友在吗？李光友？没有这个人。我现在警告你，我早已经报警了，你最好别挂在电话公司正在追查你的位置啊。骚扰他人，你等着坐牢吧。你千万别挂断了。喂，你啰里啰嗦唠叨什么？你吃屎吧你。妈，神经病。李光友。